细菌这一个箱子，这是说明书，气袋先放在右边，这是我们的仪器主体，然后放在我们的飞机上。然后现在拿出我们的配件，滤纸，小滤纸，螺丝，然后螺丝锁紧。然后是用电线插入线，信号线插入气管，穿入机排线下，卡入卡口。此时是处于不装气袋的情况，卡入卡口。飞机开机，在遥控器开机。进入监测界面，设备所有都正常，准备起飞。现在设备正在进行飞行中，下方数据。温湿度 PM2.5 PM10 一氧化碳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臭氧 VOC 和厌氧报暂时都是处于正常未超标状态，那我们继续飞行巡查。现在我们先入到地图界面，这个是飞行航线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地图的选项，包括监测数据的选项，我们可以显示飞行航线，大小可以选择。好，这是自动规划好就航线的功能，正在飞行中排查中。可以在飞行中对于标记点进行标记，进入当前重要位置。也可实时显示飞行航线轨迹。我们先打开盒子，拿出气袋，准备装气袋。所有气袋卡口都卡入卡口，我们现在进行气体采样，采集，正在进行空气采样，请保持飞行器悬停，我们默认采集时间为120秒。现在我们取下采集气袋，采集气袋之前先把气袋的开关转90度关上，避免漏气，把拔出进气口，松开卡口，
气袋为铝塑复合膜，容量为两升，符合国家采样标准。此时采集的气体就可以送往实验室进行化验。